我觉得我们今天天天在讲高科技，天天在讲 AI， 但是我想说背后的一个要素，就是只有把这种高科技和制度结合，才能够使我们真正高科技为中国社会的突飞猛进做贡献。我讲三点：第一，企业家的心态决定了在高科技研发中间的投入。今天我见到了中国大量的企业家，这个钱都是要不就是存起来，要不就是投入到这种就短期利益领域，但是大量的企业其实基本上没有把钱投入到这个长期的研发中间去。理由也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企业还缺乏一种长久以来的安全感。在几个月以前，中央发布了支持企业家创新的这样的文件，让所有的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我觉得这样的文件一个月发一次都不为多。第二，在企业支持高科，在政府支持高科技的时候，一定要区别伪高科技和真正的高科技创新研发。我发现我周边不少的人打了一个高科技的牌子，就到地方上去圈一块地，让那个高科技产业园荒废3到5年，甚至10到8年。我也有很多机构根本就没在搞高科技研究，号称打了一个 AI 大数据云计算的牌子，最后就拿到了政府的高科技营业执照，最后税收上就被减免了，结果背后做的是房地产倒卖的生意。那如果不国家的力量不投入到真正支持高科技的发展中间去，那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历程依然是不断的拷贝国外的高科技拿过来用，那最后还感觉到我们自己还在高科技领域的那种感觉。中国要拿出推动中国航天技术发展的那种力度来支持民间科技力量的发展。另外，我觉得政府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美国都降税了，中国对企业的税收也应该降一降了，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让企业喘口气，让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钱投入高科技发展。居然还有这个所谓的专家说，如果我们给企业降税了，企业多出来的钱怎么办？我们多出来的怎么办？还用你管吗？第二是，我觉得对于企业的劳资关系，我刚才已经提到了，真的是要进行重新一个政府的界定，让我们跟我们的员工和雇员能够混得更好，而不是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跟员工打官司上面，或者员工一离开就跟企业打官司。我调查了一下，像新东方这样的企业，平均我还是很少的，但是呢，平均每年至少1-2百起跟员工的纠纷，花去的精力真的太多了。不是说不要保护员工和雇员，而是要合理的同时，既要保护员工，也要保护企业的长久的发展。最后，对在座的创业者提个建议：第一，少参加这样的论坛，对于你们来说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时间的浪费。第二，找出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有好处，对你的发展有好处。至于说是不是对社会有好处，你只要保证一点不违法，我觉得就对社会有好处。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第三，把时间花在你所做的事情的未来的发展的布局和对你所在的那个产业领域的世界最前沿发展的研究上面，而不要天天把时间花在等会一散会出去就拉着陈东升和俞敏洪照相上面，对你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好，我就讲到这么多，谢谢大家。